适逢重阳节，唐水秀水秀姐自己募集物资，并且结合国际狮子会300F 区和乐狮子会，在七堵幸福人生社区外自己开设的自助洗衣店门前赠送油饭以及白米等物资，并且办理义检量测血糖，回报给社区65岁以上的长辈，也回馈社会对他的帮忙。因为小时候的他家境很穷，连爸爸过世时的棺材都买不起，幸好有善心人士捐赠帮忙，让他感激一辈子。他每年都有饭的，我来开了5年哦，通通有饭。因为可以赞助社区，还有关怀这些老人也感谢这些善心人士哦，每年哦，他都有捐赠一些白米给我，我就把这些利用给回馈给社会的人士。和乐狮子会一起办理这项重阳节爱心活动，造福弱势好朋友，也受到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的高度肯定。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那个我们这个他也是我们这家庆福洗衣店的老板，他每年都发心哦，就是谢谢我们很多同事啊，捐一些今天我们会有饭啊，还有一些米，包括一些我们民生的一些用物资哦，帮助我们这个庆福社区的那个一些乡亲哦。许多受到通知的长辈都亲自来领取油饭以及白米等物资，并且剪了头发，在重阳节感受来自水秀姐和社会各界的爱心以及关怀。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